啊，今天小江西天气不错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委屈你了，因为现在台湾呢是旅游季的旺季。那我明天呢，一大早呢，把你换到那总统套房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饭店全部都客满了。哎，我听你们的口音很奇怪，好像不是本地人呢。你不认识他，我是他的经纪人。是啊，他是 Michael 啊。Michael，哎，他叫 Amy。他叫叶子梅吗？哎，你认出来了，你看，年轻的 Michael、Amy， 你有没有英文名字啊？ Madonna， Madonna， 这是你。Madonna 老就是这样子了。哎呀，叶子梅以前就来过台湾呢。哇，他的电影我看了好多。哎呀，他好大。什么东西好大啊？他的知名度好大、他讲清楚，他们叶子妹 Amy 只是那个名气大，任何条件都很好，这个演技也不错，你看脸蛋都撑上，哎呀，好像娃娃脸啊！啊哎呦，我看他的身材，好像是一个很高大的，哎，可爱啊，娇小的、哎。他的外号叫高大的椰子树。高大的椰子，不、但是呢，他的个性像小白，就那么温柔。他这次来台湾做什么？来台湾呢，除了这个电影宣传，他还要做秀。哎呀，做秀！那不晚了，要休息了。我们这个搭飞机过来，昨天还拍晚班没睡觉，早点休息好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床还满意吧？那新加坡整理一下，我们先睡觉了吗？先睡觉，很热，很累啊。是啊。睡觉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叫先睡觉吗？睡觉哪是你睡啊？人家要睡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人家是偷。哇！这个掌握性才赞呢！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！啊，我忘了。自从当他经纪人了，我每一把牌都听卡二筒。啊哈哈！真的假的？我老是胡啊！你打掉一张还摸一砍呢、这样子啊？那不能说你手都长茧了、好了好了，那么晚睡觉了，我们去了。Amy 啊，今天我陪你了，这个地方。你呀、啊，我们一起啊！跟我一起在这里啊！对啊，不好！我是怕你呀、啊！这里饭店听说啊，这个小饭店听说有人不干净啊！鬼呀、啊！这房间听说你看到没有？一只鬼！不是我啦！我以前这个饭店听说有以前有人自杀过啊，对不对 ？Michael 啊，你有中风吗？没有啊！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没有，我眼睛有瞎子啊！这里有闹鬼啊！这个饭店以前还有对自杀过了，有闹鬼啊！自杀过吗？这以前有一个小姐啊，一个人住在这里多危险，后来被人家掐，哎呀！你听到没有？那个真的是有自杀过的呀、啊！对啊，很恐怖的。哎呀，我尤其啊，尤其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睡觉，有人会给你抓脚脚。那个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、哎呀，但是我不怕哦。哎呦，不要说不要怕，胆子很大呀，不怕。什么很大？胆子很大啦！胆子很大，胆子啊胆子！你们这个台湾人说国语怎么那么难听呢？胆子很大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晚上到了12点，千万不要出门、听到没有？我陪你，你要买东西，我帮你买啊！不要陪我了，你干什么？找我口袋？我12点钟就可以了。不出去了，对，那不出去，我陪你啊！不要，可以了，我要钥匙。那你没有地方住了？我没地方住啊！没有地方住，对啊，没有房间了嘛？只剩下有一间，还有一间呢，有一间呢，最后一间有吗？有，就是跟我睡的那一间。我不要 ，Michael， 这样好了，我睡马路好了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在窗户底下就给我叫一声就好了。原来像野狗不好啦、都是你啊，什么关系的？休息啊，休息啊，晚上12点不要出门啊！我记得了，记得了，谢谢。真的不要我陪你啊？不要了，你睡在楼下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不要吵人家。OK。再见啊，明天见啊！明天见啊！干什么？明天见了。不是你的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来！讨厌，你要出去的。他难得来嘛。出去的呀，坐下再看看哈。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没关系。我是女的嘛。你怎么进来的？
小姐好无聊啊，你睡不着啊？我是男，我是女生没有关系啊。Michael 呢 ？Michael 在那一边呢。Michael。呀！管家。哎呀，我被掐死了，我气急败坏了。哎呀，叶小姐，你要作秀了，你赶快多休息啦。Michael 的事情就留给我就好了嘛。好主意啊！但是你不要弹钢琴啊。不会了，放心啊。睡觉了。啊，睡觉。Michael， 有鬼啊，有鬼啊！Michael， 鬼啊！